进四强就贴这么大脸，到时候赢了可怎么办？太不丁点了，我必须要赢。老规矩，你白天我晚上。定点交流，互不干涉。完蛋了，竟然开始跟你有了一丝丝的默契，我肯定是忙出错觉了。熬夜伤身，放心，赢你足够。哎，别人说话你能不能回答一下？你笑是什么意思啊？学长，咖啡。哦，谢谢。我说石井，你做代表带他们去参观不就行了吗？还非得带上我和顾佳熙。我现在困呢，除了窗户谁都不想理。我们项目组情况特殊，早晚两组负责工作不同。既然是交流，我觉得应该一起接待。请进，请进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项目组的石井学长。胡立山学长，欢迎你们来百达交流。谢谢，我是清文大学项目组组长王浩成。你好，我是百川项目组第一负责人胡立山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真不是故意的。哦，我们别站着了，过去坐吧，这边。白子玉，我已经看到过你很多次了，你已经疯狂到这种地步了吗？连佳熙的垃圾你都不放过。佳熙用纸笔记录一切，万一里边有他的草稿的话，说不定就有那个小白脸的信息。你就算知道了用的怎么样呢？我知道了我就白子玉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。谢谢啊。给，我还准备了一点小零食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薯片。谢谢。好看吗？我就是看看你们的工作环境。想看什么可以问我们吗？啊，抱歉抱歉，我只是好奇那么棒的图是在哪儿画出来的，没有窥探的意思，实在抱歉。交流嘛，就是赛制规定，意思意思，走走过场差不多得了。不不不，我们是真心的想来交流。石井同学和胡立山同学，你们之前的设计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为了给你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，我们还要抓紧时间画图呢。哈，看来李山同学不是很欢迎我们。没有没有，他这个人就是爱开玩笑。哦，到中午饭的时候了，石井学长，要不我们到饭堂去边吃边说吧。陈卓学长和关婉婉应该已经打好菜等我们了。好，你们跟我来吧。来来，这边请。啊，走吧。山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你看他们一个个贼眉鼠眼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上次建筑院门口，说不定是他们故意撞坏我们的参赛作品。李山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上次的参赛作品本来侧翼就容易坏啊。石井学长让你拿零件，你又不拿。你，嗯，算了，你们去吃吧，我不吃了。烦。你还烦？我气，气死我了。同学，你有那个吗？
那个。哦，我有，但是这里没有，我带你去拿吧。哎呦，那要不我去拿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。好，谢谢。什么脑子，竟然忘了拿饭卡了。那你喜欢的人，我们认识吗？啊！大家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感冒好了吗？好多了，热感冒吧，反正来得快去得也快。谢白城，学长，对不起，我马上把这两天落下的进度补上。放心吧，在变态组长的带领下，我们都快超额完成进度了。真的吗？嗯，那真的是辛苦大家了。中午我请大家吃肉。这两天资料还没有汇总，等会儿你整理一下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马上走。学长，你们有谁动过我的东西吗？没有啊，我们都是自己画自己的，没人动过你桌子呀。我也没有。那就奇怪了，胡里山他们组也从来不动我们的东西吧？怎么了？你什么东西不见了？我的硬盘。什么？老娘这半条命都搭在里面了，找啊！哦，婉婉，那里我已经找过了。啊，找到了！吓死我了！能不能改改你那粗心大意的毛病啊？对了，大哥，咱们做完今天的就差不多了吧。嗯。啊，完了，硬盘坏了。绝对不允许，无论他有什么借口，没有负责好自己的工作就是事实，不是谁都有第二次机会的。石静，
我信任你有这个能力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有正确的选择。能，就是他了。是不是人发烧把硬盘烧坏了？成立成立，史上最强逻辑关系，太严密了。那可不，我争取了那么久都没当上石井的副手，谁知道他怎么想的办法？一个新手就能被石井这么照顾，现在好了，一颗老鼠屎害了一锅粥。看什么看啊？做了事儿了还不承认？有的人呢，就是爱当缩头乌龟。你嚣张啊？就是啊，确实是我不好，拖了我们的后腿。装清高，自己做的还有脸在班上闹？没见过这样的。你说这种人他有什么好什么手段？我相信他，我相信夏白城不会因为工作故意失职，所以我建议让夏白城继续留在项目组，具体失职原因再进行调查。我能向你们保证，这个作品一定能够完成。石井居然说了这么多个字。老大居然说了这么多个字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的失误，对不起大家，但是请大家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挽回我们的损失。既然你敢站在这儿，就做好心理准备会被我骂一顿了吧。不就是弄坏了硬盘吗？我是很生气，可是我更生气的是你没有勇敢面对。最后本小姐不介意再画一次，让你们领略一下。我也不介意再做一次。现在我们的时间不多，按照我们原来的方案，能够完成到原来作品的一半就已经很幸运了。但是我们不能拿着半成品参赛，所以我们必须冒险。我们原来的这个方案，太阳能顶棚虽然符合主题，但是所需数据太多，而且工期太长，所以我做了一个替代方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想把太阳能的顶棚换成绿植，首先从外观上面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改变。等一下，我不同意。绿植的话虽然模型会很好看，但是实际的效率根本计算不出来，行不通的。我也认为可行性不高。我同意夏白城的方案，但是先进行改良，实际效率的问题不用苛求，夏白城的灵感倒是启发了我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套设计优点最大化。石中，李山，你怎么这么晚回宿舍啊？你去做什么了？当然是去查硬盘的事了，既然是人为的，肯定能查出凶手。算了。算了。我已经跟我们组的人谈过了，既然现在已经这样，当务之急就是把新的设计做到最好。你脑子是不是被门挤变形了？这种事都能无所谓？当然有所谓啊，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啊。现在比赛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，我必须想办法挽回我们组的损失。而且你们组的室内部分可能也要因此改变设计，所以你不要再为我查这件事情了。
什么时候开始你和我分得这么清楚了？你本来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啊，比赛这么重要的事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根本就……是你啊。算了，反正这件事我会自己解决的。李山，李山，李山学长，你这两天怎么一直都没来工作室啊？不会还在查那个硬盘被毁坏的事情吧？硬盘在这个节骨眼上被毁坏，明显是有人不想让我们晋级。那也许是有同学不小心弄坏了呢。工作室里面的东西一样不少，硬盘是在抽屉里放着的。目标这么明显，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我们的对手清文大学。不会吧？只是我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我的推论。李山学长，嗯，夏白城在你心里就那么重要吗？我只是帮助同学。我你喜欢他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会喜欢那个白痴？我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他说他喜欢你。老白，你误会了。他没有误会。我喜欢你，我一直都喜欢你。老白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一直都知道但还瞒着我是。胡礼山，你真够凶的。老白，别跟着我。你这是要跳河殉情啊，还是跳河殉情啊？我知道佳琪喜欢的人是谁了。谁啊？老胡。胡礼山。其实我知道佳琪喜欢的人是老胡的时候，我心里反而没有那么难过。我生气的是他居然一直瞒着我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佳琪喜欢胡礼山，是胡礼山根本没有办法逃避的事情啊？你这样一弄，你让佳琪怎么面对胡礼山啊？也让胡礼山怎么面对你啊？他活该，谁让他瞒着我，算什么兄弟？就算他告诉你又怎么样呢？你放弃佳琪，还是让礼山别接受佳琪？而且，胡礼山好像自始至终都没有接受过佳琪吧？我想，他瞒着你。只不过是不想让你难过罢了。我哎呀，平时看你精得跟猴一样，怎么这点事情都想不明白？外卖到了。点了什么好吃的？
有虾，茄子，白城学妹，嗯、来来来，来来来，你、你坐这里啊，大哥，你坐那儿。白城学妹，虾你要吗？哦。鱼要吗？嗯。你还想要玩多久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我不喜欢实景，你是听不懂吗？那个，陈卓学长，没有筷子。喜欢狐狸山，你轻点儿。白子玉不让我告诉别人，啊？为什么？嗯，听说佳熙跟狐狸山表白被拒绝了。哎呀，你也知道佳熙脸皮薄，肯定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嘛。嗯，你跟狐狸山那么熟，他没有告诉你吗？他为什么不喜欢佳熙啊？狐狸山这个臭小子，佳熙那么好看，他还挑三拣四的。改天我点拨点拨他。嗯，白城，果果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干嘛？沉着附体啊！我不应该瞒着你。唯有以死谢罪。死也太便宜你了！从现在开始，撸啊撸一百局，只准给我让人头，保我一个月上王者，要不然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你把钱还给我，上个礼拜刚给你的钱。这钱我还要交房租呢，下个月。下个月房租，下个月再交。放手！你把钱拿来！这样我就打死你，信不信？放开我！你站一边去！佳熙，佳熙，佳熙，你没事吧？你干什么呀？这是佳熙的血汗钱！人都是老子生的，拿点钱怎么了？要不是你赌博喝酒，我和妈至于这样吗？你还有没有人性啊？好你个死丫头啊！你的胆子大了，敢这么讲我是吧？我把你嘴给你撕烂了，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嗯，佳熙，佳熙，你快跑，快回学校去！别怕，我能对付他。你放开！你个死丫头！好了好了，奶奶，我知道了。我给李山送完饺子，肯定会把饭盒拿回来的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哦，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佳熙，天这么冷，你坐地上干嘛？快起来！学长，我佳熙，不是你们两个，这是佳熙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佳熙，佳熙，你怎么了？我，狐狸山，你是不是欺负他了？我没。对不起，学长，不好意思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佳熙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外面下这么大的雨，你也没拿把伞。你不是带伞了吗？记得用用。狐狸山，你是不是情商低啊？是不是狐狸山欺负你了？你老实告诉我。我没有，我
也是刚遇见的。其实我是不是你家里是不是又出什么事情了？对不起，我回宿舍好了。佳欣，宿舍杀虫你忘了？你不回家是不是家里发生什么事了？佳欣，我帮你找酒店开间房吧。开什么房间啊？狐狸山，你们家这么大，房间这么多，床这么多，不能让佳欣睡一下吗？啊？啊？孤男寡女，共处一室。乖乖的，你叫我什么呀？吓死我了。你吓死我了，狐狸山。你怎么进来的？钥匙不就在你家门口花盆下面吗？十年都没变过。哦，哎，那你大晚上来我们家干嘛呢？我饿了，吃碗面。哎，我说，你们家要面有面，要火有火，今晚还多了一个姑娘可以帮你煮面。你非要赶五分钟的夜路来我们家吃面。狐狸山，你该不会是怂了吧？开什么玩笑，我怎么可能会怂？佳欣不是喜欢你吗？谁告诉你的？那你别管。但是我真的很想问一下，佳欣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要拒绝她？不喜欢行不行？那你听我说，这个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虽然你失去了李梦露，但是你放眼望去，你看还有那么多的小树苗供你选择呢。放你个头啊！哎，要是我，别让你在石井这棵树上吊死，你愿意吗？你，我，树女的事你干嘛扯到我身上？这是我们家面，让我吃一口。是我煮面。我买的面，你不饿？你我先救我了，饿了自己煮去啊！我就吃这碗。吃完要回去了。我这样的发困，啊，可能走不动了。我吃什么？记得关灯。切，怂，怂，胡怂怂，胡阿怂，胡从心，啊，以后就叫你胡从心。李山学长，学长，你昨天一夜都没回来，没什么事吧？哦，没事，我那个都怪这个怂包，他说他家里有老鼠，非不让我走，害得我抱个棍子蹲了一晚上，容易吗我？你好，我怂，你胆大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嗯，说吧。我想单独跟你说。明白，明白，我先走了啊！加油，胡大胆儿！佳欣，如果你要跟我说昨天晚上的事情，我觉得不是，是关于夏白城的事情。关于他？
其实，哎，这件事情我应该早点告诉你们。可是我，嘉欣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就是清文大学来的那一天，我看见他们项目组的一个女孩，鬼鬼祟祟的在我们工作室门口。当时我觉得很奇怪，然后后来，白城的硬盘就莫名其妙的坏了。什么？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？我现在就去告诉大家。哎，站住！如果他们问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，你要怎么回答？这件事交给我吧，你暂时不要乱说话，适当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的。清文大学，送圣诞礼物怎么那么难呢？不是送圣诞礼物难，是你要送礼物的那个人也太难了吧。你可以送他一本5年高考3年模拟，他一定做得很开心的。哎，快累死我！看，12月25号，圣诞节，真爱至上演唱会。小白学长，你有内部票吗？这一次的明星阵容非常强大，一张内部票都没有。哎，只有少量的票。在开票之后得自己排队去买，估计得提前一天通宵排队。真爱至上，这名字一听就应该是情侣去看的。那我们就别凑什么热闹了。哎，小白学长，那你去吗？开票当天下午我正好有课，魔鬼江的课我可不敢翘。哎，这次有我喜欢了好久的一个隐退多年的女歌手，错过了，估计有生之年就再也听不到了。哎，我去想想办法。喂，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啊？没事，我挂了。干嘛去？干大事。什么？你圣诞节要送我礼物啊？约我去看演唱会啊？好啊，那你圣诞节下午5点记得来接我，拜拜。大哥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马上就圣诞节了，我打听过了，圣诞节最重要的就是送礼物。所以，已经有人先下手为强了，约大嫂去看圣诞节的演唱会，所以你赶紧拦住大嫂啊！拦住谁？滚！哎，虽然你现在不承认她是大嫂，但我相信，送完这个礼物，马上她就会变成大嫂了。大哥就是大哥，学习超人，我相信你看完这些攻略，一定会给大嫂一个非常完美的礼物。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大哥，你先忙，我去上课了。礼物是朋友间表达情感的方式。朋友，手工制作样图发你了，我先走了。你干嘛去？老胡还没给反馈。哎，好了，不等了，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。现在走了多尴尬。哎，果果啊，今天外面变天了，特别冷，你穿的也太少了，你看你手都还是红的呢。啊，冻疮了，小毛病。那这个给你。哦，哎，别客气，拿着吧。谢谢啊。哎，你有没有责任心呢？还没等老胡反馈呢。
我还有课，先走了。小白学长，小白学长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呀？没有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我的冲动让你和老胡的关系变得很尴尬。对不起，小白学长。其实这个事情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，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主要我也怕因为我影响了你跟李山学长的友情。他送了我100个人头，我早就不怪他了。其实当我知道你喜欢的人是老胡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好像一块大石头落地一样。放心吧，佳熙，以后还是朋友。